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溪火锅直冲路的店长啊，我叫王一鸣。然后呢，我们是高溪火锅，主要呢让大家高高兴兴吃火锅。然后我们选用的是一次性牛油锅底，有辣的，有不辣的。在与石尾沙合作之后，有遇到特别的故事吗？目前两个店的清洁都需要由石尾沙服务，让我很放心。前段时间在别的店里发现石尾沙新款加酿机，让我很是喜欢。经过与销售的沟通，答应帮我免费升级加酿机，让我的需求及时得到了回应。您觉得石尾沙的工作人员服务怎么样？每次都有熟练的操作流程，很专业，更加注重每一个细节，对卫生间洁具污垢无死角清洁。服务过程中是否给您带来了独特的体验？使用石尾沙让我有两个比较深刻的体验。第一，通过安装清新机使卫生间散发宜人的香气，还可以帮助净化空气。第二，洗手间每周定期清洁，做完服务后贴上石尾沙消毒标贴，让客人更加安心放心。让我们为石尾沙点赞。